方就是棒球场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到棒球场，从来没有踏进棒球场，因为我是不打棒球的。我是因为这一部戏呢，去开始了解棒球，然后今天要拍一场，其实要对棒球非常有热情的一场戏，对，然后就要讲一堆棒球的东西，然后又要跑棒球，不是棒球，不是之前的，我现在已经改了棒球，之前的无敌尊打篮球，你们去打篮球，就是打篮球，就是打篮球。今天是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们现在高雄，哇，蛮有 feel 的。全雷打！小姐，你会不会打棒球啊？那个打棒球，太巧。今天在这边拍约会的戏，会不会觉得这是约会吗？不算吗？OK， 那算是应该是有小暧昧吧，应该是。但坦白讲，刚刚我已经在放饭的时候和吴尊在车上暧昧很久啊，怎么样？开玩笑的，好害怕、喔。就我觉得在棒球场约会应该蛮浪漫的吧，因为现实生活我是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，所以觉得太丑。最好是可以在后面教我打怎么打击。不会感到有一点点失落吗？要痛哭失声才会觉得 happy 啊！你要哭我才会觉得高兴，你要痛哭失声我才会觉得高兴。happy 也没有不行啊，很国际化。好了，对啊，我就讲不下去了。你说 happy 那个？对。happy 那个，你以为我忍得住？我才会 happy 啊！超突然的。